顶线可以了哈。就是有个说明的字哈，在课本的四页四七，然后这个分解的这个这根跟这个颈头然后提醒同学就是妥善操作啊。好，那到时候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电源打开，好，有稍微调整，镜头大概照不清楚。对焦大概对不到。好了，很肉眼看是看得到的啊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光源可以，好，就是里面会照到这样子。OK。好，来测试第二台。OK。测试第三台，第三组哈。OK， 来测试第四台。先备课到这里。